公元757年，唐长安相继祀。这一年已经是安史之乱的第三年。这一天，安史叛军杀至唐军的中军大营，溃败之势似乎难以逆转。 此时，唐将李嗣业和他的2500个兄弟却显得格外冷酷和镇定。他们相信，那些敌人的宿命就是被活生生斩成碎块。李嗣业所率领的这支军队被人们称作骑兵的克星——陌刀队。陌刀，中国古代最为血腥的利刃。 相传陌刀在一挥之间就可以将骑兵连同战马同时斩断。据唐代兵书《太白阴经》记载，陌刀威力巨大，锋刃所加，流血飘出。在陌刀的砍杀之下，敌人血流成河。可是，由于唐代严禁将这种杀伤力巨大的兵器用于陪葬。 所以到目前为止，仍未有陌刀实物出土，而史籍中对陌刀形制的记载只有寥寥数笔。这件冷酷的兵器究竟是什么模样，依旧是众说纷纭。周正武，传统刀剑研究员，热衷于挖掘恢复失传的古刀剑锻造技法，他将为我们复原陌刀。 周正武制作的焊件异常锋利，已经达到了古剑现代复原的最高水准。劈斩草席是世界各国测试刀剑锋利度的标准测试方式，斩断的草席数量越多，则说明刀剑的锋利度越高。因为草席的这个纤维组织很丰富，而且它这个韧性非常高，它最能体现我们这个人。 穿上衣服之后，人的整个肉体，在刀砍击的情况下面，非常。 我们看了一下这次的这个切口，前面呢还是比较平的，那么到了最后一点呢，可能有点犹豫。但是呢，从这个斩切的数量来看呢，应该说还是有强大的这个斩切力的。周正武锻造刀剑的精湛技艺是他成为复原陌刀这把传奇利刃的最佳人选。 那么，凭借多年的制刀经验，周正武能否打造出锋利无比的传奇陌刀呢？由于马镫的发明，在南北朝时期，骑兵的战斗力获得了空前的提高。为了对抗这股来自北方的强大威胁，各种克制骑兵的兵器相继诞生。 这其中最为传奇，也是最为血腥的兵器，便是唐代的陌刀。据推测，北宋的军事著作《五经总要》里面绘制的吊刀和形制相近的三尖两刃刀，也许就是陌刀的直接继承者。经过连续一个月的打造。 周正武依据相关记载以及自己几十年的制作刀剑经验，复原出了陌刀。据《新唐书·张兴传》记载，陌刀有50斤重，相当于今天的11千克。
这对于实战兵器来说几乎已经达到了重量的极限，如此沉重的陌刀会不会成为一种负担呢？作为常规的这个大量装备的兵器确实偏重，但是由于这个陌刀呢，它是属于一种特种部队的兵器，它是负责这个应付危急的，那么这个重量呢也是可以用的。至于说是不是合理，能不能够斩透这个当时的比如说重甲的这个骑兵呢，我们需要在测试中看它的测试表现。常子健，国家级专业武术运动员，精通棍法，有着非常强健的体魄。尽管如此，当常子健把陌刀拿在手中时，心中却充满了忐忑。啊，第一次用这个陌刀这个兵器，我就感觉这个刀，配重非常合手，然后比我们平时练的兵器大概要重个三四倍左右。即将开始的测试，沿袭了古代士兵体能测试的考试标准。测试方法为：测试者连续前刺陌刀50次，然后仍然可以正常持刀为测试通过，以这个测试结果来验证陌刀重量的合理性。看他做完50次以后，完了咱们再测他一下心率，刚才测心率是70左右，看看心率增加了多少，那心跳达到多少。完了，运动之前心率是70次，运动之后最大心率达到130次，增加了60次，只是对于他本人来说，刚刚进入中等强度的运动，这个运动强度还有很大潜力可以挖掘的。那个小常老师他是长期练武的人，而且他的这个动作和发力也比较协调，就是说他会省力，那么他能达到这个要求呢，对我们来说是不意外的。假如说他都达不到，那说明这个刀呢比古代的刀要重。沉重的陌刀对他的使用者而言绝对是一种考验，能使用陌刀的人必定是千里挑一，极为彪悍的勇士。那么陌刀队将会是一支令人胆寒的部队。安禄山的铁骑已经逐渐逼近唐军的中军大帐，这里一旦被攻破，整个军队的士气会被彻底击溃。此时李嗣业和他的陌刀队依然屹立在乱军之中，这种冷酷和镇定显得令人畏惧。李嗣业是史料所记载中为数极少的陌刀名将，他身长7尺，履历绝重，善用陌刀所向披靡，史称当嗣业刀者人马俱碎。那么他带领的陌刀队真的能扭转已经残败不堪的战局吗？人马俱碎，当寒光闪过，骑兵连同战马被陌刀斩为几段。究竟是什么样的秘密成就了陌刀的无坚不摧呢？南北朝时期，经过著名冶金家齐乌怀文的改良，灌钢技术日益成熟，用这种技术制作出的素铁刀，传说一击可以斩断30扎铠甲。根据推测，这一时期的灌钢法应该是生铁从炼铁炉内流出，与饭内非常薄的熟铁片或熟铁丝高温融合，进而得到含碳量较为合适的钢，并显著提高了生产效率，适合大批量生产。经过隋唐两代的推广，灌钢法逐渐成为了当时的主流炼钢法。唐代高度发达的冶铁技术使得陌刀的品质有了根本的保证。除了优质的钢材，陌刀还需要有成熟的工匠进行长时间的打造，可以说陌刀的成本昂贵，价值不菲。
陌刀使用最好的炼钢技术，由顶级的工匠千锤百炼，也许正是这些关键的技术，成就了陌刀的传奇。按照当时钢铁的这些珍贵的程度，包括这个打造的难度，我觉得两把陌刀就能相当于一匹那个战马的价值。根据《太白阴经》记载。 唐代一支由12500人组成的军队，装备有佩刀8分1万口，陌刀2分2500口。把昂贵的陌刀作为制式兵器，大规模配备军队，这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非常沉重的负担。可能只有盛唐才能够拥有如此大的气魄。 那么，在战场上，唐军究竟是采用什么样的刀法，让陌刀将和陌刀变成血腥的杀手呢？我们可以想象，当陌刀队同时举起那2500口寒光闪闪的陌刀，发起这简单而致命的一击，这种令人胆寒的场景，恐怕最强悍的敌人也会为之却步。 陌刀队的最小的这个是50人一队，那么他覆盖的这个横队的宽度应该是20步的距离，所以呢，在这样的宽度下，一个陌刀手他只能对自己身体的正前方进攻，向两边挥动的余地是不大的。尽管自己的军队已经溃败不堪，周围的惨呼和血光四溅，却丝毫不能动摇陌刀队的神经。 当叛军骑兵逐渐接近后，等待他们的是如山如墙的刀光。在《旧唐书》中，对这段情节是这样描述的：“四叶乃脱衣涂帛，持长刀立于阵前大吼。当四叶刀者，人马俱碎，杀十数人，阵无方助。前军之士尽执长刀而出，如墙而进。” 这就是李四业在危难关头所展现出来的英雄气概。陌刀究竟能不能实现人马俱碎的劈砍威力呢？为了让测试更接近历史情景，我们采用6张草席围成直径25厘米的圆柱来模拟马的颈部。 面对这样的测试模型，陌刀会有怎样的表现呢？它和这个单独的6卷草席比呢，就实际上它的阻力还要大一些，在局部阻力还要大一些。那么如果能斩动这个东西，哪怕是只斩掉这个一半，都对马会造成这个致命伤重创。常子健习武多年，而且身体素质非常优秀。 然而，在测试之前，他并没有表现出十足的信心。这个草席呢，这个厚度差不多跟马镜差不多的，但是由于质地，和它的坚硬度，我感觉用陌刀砍，有点难度。在常子健猛烈的劈砍下，模拟战马颈部的草席卷并没有被砍断，这个结果。 所以说，肯定能治这匹马匹的死亡。模拟战马脖颈的草席被陌刀劈展开10多厘米，受到这样创伤的战马将必死无疑。但是这个结果并没有达到记载中人马俱碎的效果。而且周正武认为。
长子剑的劈砍方式没能发挥出陌刀的最大威力。我觉得每个人用刀的用法可能会不一样，所以我想也可以试一下用不同的砍法，测试一下它这个不同的特点。周正武不仅是古代兵器制作专家，同时也有着国际比赛劈斩冠军的身份。作为陌刀的打造者，他将亲自上场，使用不同的握刀方式来验证这把兵器的传奇。这次砍劈几乎完全横断，证明这个陌刀的这威力还是特别大的。这个要是真要是马匹的话，这当即这个马匹就要死亡了。从测试结果来看，陌刀具有非同一般的杀伤力。那么，这个测试是否已经达到了陌刀的极限威力呢？为了探究陌刀的威力极限，我们在同样的草席卷上铺上两层带骨的猪肉，以这个混合体来代替战马的躯干，继续测试。两片猪摞在一起，这也已经就是一个猪的整个躯干的强度了，再加上这根草席摞在一块儿，已经是超过了这个马的躯干的这个强度。测试模型的强度已经超过战马躯干的强度，无论对于陌刀还是对于周正武，都是一个极限挑战，这也是验证记载的关键测试。在周正武猛烈的劈砍下，陌刀顺利地砍断了两层猪肉和骨头，但是陌刀并没有砍到草席。我也觉得非常的意外，这个一刀竟然差不多砍断了三个骨头，而且连着还有这么厚的一块肉。如果换成一匹马的话，那基本上也是把这个脊椎骨都给砍断掉了。这次砍击，如果这个猪要是站立的情况下横断，我分析还是不会有啥问题的。但是要砍马的躯干，要想让它完全断离，我觉着陌刀凭人的这一次砍击力，还要有一定差距。经过几轮测试，陌刀虽然在最后一轮测试中不能一刀将马的躯干彻底斩断，但是陌刀表现出的威力对于杀伤一匹战马已经是绰绰有余，这个测试结果与历史记载还是较为接近的。但是仅靠兵刃的锋利和个人的勇武还不足以成就陌刀的传奇，要想在战场上发挥作用，陌刀队需要与其他兵种进行配合，才能将陌刀的威力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陌刀的话呢，它在战场当中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第一个的话，就是在步骑对战当中的话呢，它可以有效地抑制这个敌人骑兵的冲击。我们讲到说，它这个下砍可以斩马。那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这个双刃长兵。那长度可以达到一丈，所以这个时候在整个这个战斗当中的话呢，这个陌刀队这个战锋队通常作为一个机动部队，灵活调度，达到这个战争当中的话呢一个核心的一个作用。依据《太白阴经》等古籍的记载，我们推测，在一个唐军12500人的部队里，最前方为弓弩兵，接下来是长枪兵，两翼是骑兵。而屹立在最后方的是充当救火队的陌刀兵。在战争中，
敌方的骑兵一旦突破由弓弩长枪组成的防线，在即将贯穿军阵之时，陌刀队会及时赶到突破口，用刀枪杀伤并阻拦敌人的骑兵，避免了己方陷于全军覆没的危险。 在陌刀翻飞之中，陌刀队阻挡住了叛军骑兵的冲杀，将本已涣散的军心安定下来。四处逃窜保命的战士开始重整旗鼓，向安氏叛军发动反攻，最终赢得了这场战役的胜利。而这场战役，仅仅是李嗣业戎马生涯中的一个故事。 他在危难之际的豪言壮语，国家至此，威仪仅自嗣业时，至今仍然令后人所敬仰。尽管陌刀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唐代以后。 叱咤一时的陌刀迅速退出了战争的舞台，给我们留下了诸多的谜团。明朝嘉靖年间，浙东沿海警报频传，大小股倭寇经常进犯沿岸城镇，明朝军民不胜其扰。 向往常一样，这股刚刚偷袭成功的倭寇，并不准备长期战据城市，而是要在劫掠之后向别处流窜。几个正在值守的日本武士互相炫耀着自己的血腥战绩，月色下的刀光寒气逼人。倭寇头目已经记不清这把刀结束过多少生命，他同样不知道的是，一支传奇部队已经回援，正在逐渐逼近。追溯日本刀的起源，可以从唐代的横刀开始。横刀，唐代四种制式军刀之一，无论从技术还是艺术的角度。 都堪称中国刀剑史上的巅峰之作。唐刀流传到日本后，经过演化和改进，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日本刀，也称倭刀。倭刀尤其以锋利著称。到了明代，倭寇手中的日本刀给明朝将领留下了深刻印象。 那么，抗倭战争中的倭寇一方是否真的凭借手中的倭刀获得了武器上的优势呢？于听剑道教练也是日本武士刀的爱好者，他将为我们展示日本刀的威力，还原400年前日本武士的格斗方式。在古代的日本，会用一种极其血腥的方式测试倭刀，将尸体重叠放置。如果倭刀能够砍断一层尸体，称为一动。传说中甚至有能达到7动的宝刀。 我们所使用的倭刀虽然并非传说中的宝刀，但它的刀锋同样放射着凛然寒光。创臂也比较平整，哦，已经有砍透了。这作为人来说，也就是成了开放性。 胸腔、胸部的损伤，要伤到肺脏，这个马上就会造成血气胸了，就危及生命。这个斩击的效果啊，可能不像是大家想象的那样，说是这个武士刀呢可以无坚不摧的感觉。很多层的这种肌肉组织、脂肪组织、骨骼组织摞在一起，那么它有很大的一个弹性。
如果说没有它下面的这些这种覆盖的话，那么应该适合我们平时施展的一个效果，对于一个普通人是完全可以遇到的。嘉靖年间的倭变事略中有这样的记载，倭寇可以一刀斩断十几杆长枪，简直令人匪夷所思。当枪杆遇到倭刀，是否真的如此脆弱呢？我们用支架将枪杆固定，测试倭刀的大力劈斩，验证古人的记载。看呢，这个用这个日本刀可以劈断枪杆的。那么从断面呢，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两根杆的这个上半部分都是刀切的很平的地方。那么就可见呢，刀切到第二根的时候，它还有足够的这个这个力量。虽然没有出现记载中那样夸张的场景，但实验证实了枪杆被倭刀砍断的可能性。锋利的倭刀让倭寇获得了武器上的优势。倭寇所依仗的不仅有锋利的倭刀，还有娴熟的格斗技巧，单兵格斗能力显著强于明朝士兵。在今天的剑道中，我们仍然能够捕捉到400年前日本武士的影子。剑道本身的特点呢，是就是要积极的创造时机，然后呢，如果时机出现的话呢，就要一击必杀，但是不会轻易的乱出手。倭寇中的武士要经历严酷的训练，不仅包括格斗技巧，还包括观看死刑等心理磨练，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让武士成为冷酷的格斗机器。他今天展示的正是当年明朝士兵所装备的制式武器长枪。数千年中，长枪一直是中国军队最重要的兵器之一。当手执长枪的士兵遇到剑道娴熟的武士，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在剑道理论里边呢，也有对这种长柄武器的这种战斗的方法。那么长枪的话呢，它也是一种长柄武器。那么对长柄武器的话呢，可以说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这个双方距离上的差别。尽量让他先出手，因为他出手的时候他会向前，他会向前的话，那么我再向前再突破这段距离就会变得比较容易。剑道的武术就是简洁、明快、精炼、实用，具有很强的杀伤力。这个枪的优势就是一寸长，一寸强，但是呢，倭刀呢还有一寸短，一寸险。这个呢，最终取决于
持枪者或者持刀者两个人的能力。为我们演示的双方都是武术高手，但当年出身农户的明军与倭寇中的职业武士能力当然不可同日而语。戚继光在纪晓新书中描述，我兵短气难接，长气不竭，遭之身多两断，这其中有感慨，更有无奈。因为明朝的主要的当时的这个边防的任务是对北方作战，所以呢，从山东去的，比如说长枪手，他练习的是在平原上对骑兵作战。那么他到了南方的山地呢，他训练再好，你单一的长枪手到了树林，到了这个地形崎岖的地方，你就不便发挥作用。倭寇不仅武器占优，战斗力强，甚至比来自北方的明军更适应浙闽沿海的地形环境。解决这些难题，戚继光决定先从招募浙江本地的新兵开始。当时义乌本地有很多矿工苦力，平常就有好勇斗狠的习气，戚继光将他们招募起来，严加训练，组成了一支勇气过人、纪律严明的军队，他们被称为戚家军。听到倭寇进犯的消息，戚家军连夜行军进行增援。看到战友被屠戮的惨状，将士们燃起了怒火。倭寇头目以为这又是一支乡勇而已，凭借手中的倭刀，将开始的不过是一场杀戮游戏。然而，他们惊讶地发现，对手并未胆怯，而且对方的军阵中有一排排造型怪异的武器。难道这种粗陋的兵器有什么特异之处？东南地区盛产的毛竹，一直为当地人提供美味的竹笋与生活建筑材料。戚家军正是用故乡的毛竹制成兵器，保卫家园。这种怪异的兵器有个特别的名字，狼线，也叫狼牙线，是戚家军针对倭寇所装备的独特武器。线本来是茶道特有的工具，五寸长，在竹筒的一端有众多细枝，用以搅拌抹茶茶粉。狼线的得名显然源自它与茶线的形制与材质的相似。狼线虽然奇特，用料和制造却十分平凡简单。竹枝稍微弯曲，绑上铁质尖头，即使普通农户和乡村铁匠也能轻易完成。这也让狼线得以迅速充分地装备部队。实际上，狼线呢，在明朝早期的军队也有使用，但是呢，和倭寇作战的时候效果不好。尤其是这种枝枝叉叉的东西，如果逃兵把它丢在战场上，会妨碍本方军队的进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呢，只有到了这个明朝中期，戚继光的戚家军，他用合理的战术和编制，把这个狼线的作用发挥出来了。徐将，抽身。徐将，抽身。徐将，抽将。参考枪槊等长大兵器的使用，戚继光为狼线设计了六个基本动作，称为六式狼线。涵盖了攻、防、进、退等不同战斗情况，长大笨重的狼线在戚家军手中舞出了威风。狼线的最大特点在于众多装有锋利尖头的侧枝。为了检验它的杀伤效果，我们将要进行一场实证。
郎宪攻击的目标是整扇猪排，而精通枪术的武术家常玉刚则作为使用郎宪的测试者。郎宪的侧肢似乎只能轻轻划过目标，顶端的枪头才能体现穿刺的力量。在这个侧肢刺的这些部位，咱们看不到明显的损伤，是吧？只是在这个部位有一个不足2毫米的一个划伤，非常表浅。主枪头造成的损伤，创口都挺大，创眼也整齐，创壁平滑，是吧？大部分都已经是贯通了，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和技术水平，估计生命都难以保证。侧肢的杀伤效果几乎为零，那么装备如此笨重的奇特兵器，戚家军究竟意图何在呢？它实际上它主要的任务是防守。那么对于这个倭寇的长技呢，有两项，一个是呢它这个就是采取的用倭刀，并且它是这个一刀一步的距离，它就跳过来打，所以呢郎线必须足够长才能顶住它。那么它靠的是这个就是竹枝的软，这样呢用这个利刀不容易劈透。正如倭寇的头目预想的，这的确是一场杀戮，只不过杀与被杀者互换了角色。锋利的倭刀对付的只是纷乱的竹枝，而在郎宪挡住倭寇的同时，其他明军趁机发动攻击，明军中的火器也纷纷向倭寇瞄准发射。自己的枪口，倭寇头目战胜这群农民与矿工的信心已经完全消散。鸳鸯阵是戚继光天才的军事创造之一，他将数种兵器的长短攻防优势结合，共同对抗凶猛的倭寇。实际上它只不过是把以前的兵器重新组合了一下，那么以前可能是比如说100个长枪手编成一队，那么这个100个短刀手和藤牌手编成一队，这种大编制很适合北方作战，当然到南方就不行。所以戚家军呢，他从最基层的小队开始，他就是这个混编的。阵型中几个兵种左右对称，两相配合，这种态势也是鸳鸯阵名称的由来。郎宪摆在鸳鸯阵的前端，作为头道屏障，抵挡倭寇的正面进攻，稳住全队的阵脚。制拙廉价的郎宪是否能克制住锋利昂贵的倭刀？这是两种风格迥异的武器之间的较量。从你一出阵呢，就要把这个郎宪的尖儿指向对方的胸口，对，这样呢让他不能近身，是，这是郎宪最基本的姿势。然后呢，这个明朝的这个赏格里，他值30两银子，如果你把他给杀了的话，所以你得永远对着他。
哇，居然砍断了。从这个地方看呢，刀还是很快的，因为它切的这个断面非常平。然后你再把狼线向前伸，对，已经斩断的狼线，你拿到尾端的时候，你看，它切掉的正好是差不多这么长一段。现在基本上又暂时还能再抵抗一阵，对对对，嗯，再来一个回合没问题。如果说他要等到切到这儿的时候，就实际上他需要做好几组批次的动作，这个时间足够两翼的这个这个队友来解决问题的。本身这个武士刀啊，它呢并不主张的这么多的去斩击对手的兵刃，但是像这个狼线这武器呢，就迫使这个可能是武士呢就选择一种不适合他自己的一种战斗方法。对，然后等到后期再出现铁狼线更不好对。对，那就更砍也不能砍了。与长枪相比，狼线的众多侧肢发挥了作用，倭刀的上部攻击无法实现，迅速扫清大量枝条也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凭借长枪所不具备的防守功能，狼线挡住了倭寇的凌厉攻势。出身农户的戚家军战胜了日本的职业武士，配合不同的战场态势，鸳鸯阵的队形可以做出相应的变化，也就是变阵。鸳鸯阵的基本阵型形态狭长，适合崎岖的地形。当地形允许，鸳鸯阵展开成左右两舞，称为两仪阵，每一舞都攻防兼备。那这就相当于人的左右拳，可能有一边是防，一边是攻，就是齐正，不知道哪边是，这由指挥官来定。两仪阵还可以前后排列，称为小三才阵，在战斗时形成纵深。那么它既可以用来进行纵深进攻呢，也可以就是说在前面牺牲的时候又建立一道防线进行防御。鸳鸯阵的另一个变形是三才阵，所有人员横向展开，中间防御为主，左右形成夹攻。就所有负责防御的兵器全在中间负责防御，而这两边呢就像这个螃蟹的两个钳子一样，是负责杀敌的。戚家军手持狼线，配合鸳鸯阵法，克制住了锋利的倭刀和倭寇的刀法，全歼了这股进犯的敌人。狼线由于对倭刀的克制功效，在此后的抗倭战争中也屡见奇功，以致倭寇一看到戚家军的这种武器和阵势，就恐惧得肝胆俱裂。经过戚继光和戚家军的奋勇战斗，浙江、福建沿海的倭寇先后得以肃清，明朝东南海疆恢复了平静。在冷兵器主宰战场的时代，人们对于刀剑性能的追求从无止境。南北朝时期，冶金大师齐乌怀文通过改善冶铁技术灌钢法，制造出历史上最为锋利的宝刀。由于灌钢法冶炼出的钢材被称为素铁，这种宝刀也因此获得了一个响亮的名字——素铁刀。那么，素铁刀是否真的如传说那样锋利无比？我们将通过测试来验证它的传奇。周正武，著名铸剑师，古代刀剑传统工艺的痴迷者，他将依据古法为我们复原一代名刃素铁刀。根据记载，齐乌怀文造素铁刀应用的是那个时期最为先进的灌钢法和嵌钢工艺，但是最神秘的则是他的淬火技术。刀剑在锻制完成之后的话呢，需要进行淬火啊。淬火对于刀剑的完成来讲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急速的冷却过程当中的话呢，
啊，这个钢铁会变得更为坚硬，然后啊有更好的耐磨性，所以啊淬火之后的刀剑的话呢会变得更锋利。齐乌怀文打造素铁刀采用的淬火液是动物的尿液与脂肪，这是古人在故弄玄虚，还是其中真的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呢？为了尽可能的还原素铁刀，周正武按照记载中的工艺，使用尿素、盐等成分来人工合成近似的动物尿液，并使用了汽车机油替代动物脂肪。极具传奇色彩的利刃素铁刀即将诞生。传说齐乌怀文的素铁刀一刀可以斩断30层甲，我们用30层牛皮来代替。那么周正武依据古法复原的素铁刀能否验证传说中的神奇？周正武的一批只砍断了15层牛皮，采用离奇淬火方式所打造的素铁刀并没有达到传说中的神奇。我们以今天的眼光来审视关于齐乌怀文的记载，他所使用的淬火方式对于素铁刀的锋利程度并没有带来本质的提升，仅仅是对制作刀剑技术的探索。而让素铁刀名扬天下的原因，很可能是齐乌怀文改进的灌钢技术。根据推测，灌钢法应该是融化的生铁与泛内的熟铁片高温融合，进而得到含碳量较为合适的钢。灌钢法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以更低廉的成本更有效的去大规模的生产钢，进而提高了这个兵器的生产的规模和速度。素铁刀的出现对于中国刀的发展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这些先进的制刀技术不但提高了环首刀的生产效率，而且还为中国刀的巅峰之作唐横刀的诞生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技术基础。公元663年8月，朝鲜半岛的白江口海域，唐军与日军展开了一场实力悬殊的大规模海战。日军依仗战船和士兵数量的绝对优势，率先向唐军的舰船发起进攻。冒着来自唐军的火器和箭雨，一部分凶悍的日军士兵成功登上了唐军的战船，他们挥舞着手中的兵刃，凶狠地扑来，似乎看到了唾手可得的胜利。然而，对于这些日军来说，这一战将成为他们终生无法摆脱的噩梦。在刚一登船的刹那间，迎面而来的是一道道骇人的寒光，将这些日军士兵无情地斩杀。唐横刀是中国古代刀剑史上的巅峰之作，集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制刀技术于一身，因此唐横刀的性能远超同时代的竞争者。打造出优质唐横刀的第一秘诀就是包钢法。包钢法是将钢材包裹在柔韧性更好的熟铁外面一起锻造成型。采用包钢法制成的刀剑具有很高的硬度，可以产生很强的杀伤力，同时刀身更加柔韧，降低了刀剑的损坏概率。为了进一步强化这个刚柔相济的双重特征，古人研究出了著名的热处理工艺覆土烧刃。
覆土烧刃就是在刀刃以外的部位涂上特殊材料，与刀剑一同加热并淬火。在淬火的瞬间，裸露在外面的刀刃冷却速度快，变得更加坚硬，而覆土的地方冷却速度慢，从而使刀身保持了更好的韧性。那我们大家知道，都是我们对刀剑都是整体的进行淬火，有了覆土烧刃以后的话呢，我们可以只针对刃部进行这个硬度的加强，而这个刀剑的这个脊背部的话呢，保持相应的这个柔韧，做到这个刚柔相济。正是在这些最先进的技术保证下，以及唐代人对于刀剑品质的极致追求，唐横刀成为了那个时代性能最优良的配刀。虽然唐横刀留下的历史记载和实物极为有限，但是其优良的品质仍然获得了刀剑收藏者的广泛认同，是公认的中国刀的巅峰之作。那么，唐横刀究竟可以产生何等的杀伤力呢？为了让测试获得更接近实战的效果，我们以家畜的躯干作为人体的替代品。从这个猪排这个砍击这个情况看，这个很轻松，我看很轻松就砍断了这半扇猪，所以说这要是人呢，在战场上这一下就腰斩了。制造唐横刀的先进工艺给它带来了极为优良的性能，但同时付出的是不菲的造价。据记载，一把上等的唐横刀的价格大约相当于一位七品官员半个月的俸禄。根据《太白阴经》的记载，一支12500人的部队要装备唐横刀10000口。如此昂贵又如此大的装备数量，可见大唐王朝的国力之强盛。如此昂贵的佩刀，在唐朝与日本的白江口之战中，是否可以获得与造价相配的实战表现呢？对于日军来说，白江口之战的胜败关乎着日本的国家命运，所以他们派出了全国的精锐部队。在进攻中，一些日军跳上唐军的战船，他们希望通过白刃战的方式夺取战船。上船的日军纷纷亮出利刃扑向唐军，那么日军究竟使用的是什么兵器？与唐军的唐横刀相比，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这是我们复原的当时唐日本刀大都保持了汉代环首刀的基本特点。为了进行锋利度测试，我们将多卷草席并排竖起，用唐横刀和日本刀劈斩，以劈斩数量和切面的平整度作为依据，来评判两种刀的锋利程度。首先进行测试的是那个时代的日本刀。日本刀一共斩断了4捆草席，
那么制造技术更为先进的唐横刀能否轻易超越日本刀的锋利度呢？唐横刀在测试中只斩断了三卷草席，这是一个难以理解的测试结果。难道说唐横刀的锋利度要弱于日本刀吗？横刀呢，应该说比较，就是它的形状是为了对付这个更硬的盔甲来这个设计出来的，所以说在这个劈这个软木标上呢，显得就不如这个以前的刀。唐横刀忽略高锋利度的原因是与它的最终用途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南北朝时期，冶铁技术的发展让铁甲的质量和装备的数量都获得了显著的提高，适合劈斩铁甲的唐横刀逐渐兴起。在当时，唐军已经广泛装备了以明光铠为代表的各种铁制铠甲，而这一时期的日军最好的铠甲通常只能达到汉代鱼鳞甲的防护水平。我们以家畜的躯干作为人体的替代品，在上面覆盖明光铠的圆护，来模拟唐军的防护水平。那么当日本士兵向唐军发起攻击时，日本刀究竟能够产生多大的杀伤力呢？发力砍击这个只砍击这个圆护的情况下，我预估啊，这会发现这个就发生这个凹陷变形，但是不会砍透。劈成两半。接下来的测试是模拟唐军的进攻，那么以破甲而兴起的唐横刀是否能够斩断日本士兵的铠甲呢？这个铁甲弯曲变形，但是没有穿透，也没有伤着这个猪肉的这个皮肤组织。但是如果真要是打击在前胸或者腋下的情况下，可以造成这个胸骨骨折和肋骨骨折。这上呢，在这上有轻微的反应，就是这个锥板和锥体有轻微的分离。造价如此昂贵的唐横刀竟然没有显示出它应有的威力。那么唐军究竟是凭借什么打败日军的呢？在现存于世的几口唐横刀中，有一口名叫金银殿装唐大刀，它的刀尖部位双面开刃，呈现出宝剑的造型。那么古人设计出这种剑与刀相结合的特殊形制，是不是因为唐军在战场上需要更强的穿刺性能呢？这个唐刀的这个刺激这个功能还是挺强大的，这次是刺穿了铁甲，刺穿了腹壁，进入了腹腔20公分，这在当时来说肯定是命是保不住了。
这个测试就很清楚看到唐刀的特点。像唐刀的这个造型，它的刃呢确实横砍是够呛，对于铁甲来说。但是这么坚固的刀，而且是直身的刀，它进行推刺猛刺过去的话，这个是可以把这个甲刺穿的。接下来的测试将是对唐横刀和日本刀的终极考验，检验他们的抗损坏能力。为了进行这个极限测试，我们挑选了最为坚硬的劈砍目标——牛腿骨。这是一块牛的肱骨，属于这个四肢长管状骨，它的强度啊，要超过人全身任何一块骨头的强度。对于用这个轻便的锐器砍击它，我觉得难度是比较大的。首先进行测试的是日本刀。第一个感觉，这个牛的腿骨非常的硬，扛到这个牛骨头上面，几乎是跟扛到石头上面是没什么区别的，手非常正。由此可见呢，这个就这种直身然后薄刃的这种刀呢，它比较利于斩这个软的东西，但是对于硬物呢，实际上它的这个无论是刃口的强度还是这个刀背的强度呢，这么极限的条件下都是不足的。日本刀损坏严重，杀伤力大大降低，只能勉强继续使用。那么唐横刀能否通过这样的极限测试呢？猛烈的劈砍使唐横刀产生了瞬间的弯曲。我们看一下这个刃呢，居然站住了，没有像这种薄刃的刀开锋的这种这么薄的这样受到损伤。那么刀脊的情况呢，我们经过观察呢，也还是直的，虽然在斩切的过程中它肯定会有震动，但是它又恢复了。所以呢，由此可见呢，唐代的兵器坚固性增加了。日本刀的开锋角度很小，因此获得了极为锋利的性能，但劈砍硬物时却容易损坏。而唐横刀为了在劈斩铁甲的同时不会伤及自身，因此具有很大的开锋角度，减少了对于锋利度的追求，从而获得了更为坚韧的性能。在测试中，唐横刀展现出很强的破甲能力和极为坚韧的特点，性能远远超过了同时期的日本刀。唐朝先进的科技水平让普通士兵获得了兵器和防护上的多重优势。同样，在规模空前的白江口海战中，唐军的舰船、火器等整体装备水平都超过了日本水军。在海战的背后，是唐朝的国力与日本国力的较量。唐军与日军进行了几个回合的惨烈较量，火光映红了天空，鲜血染红了海水。最终，唐朝水军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将兵力、舰船数量皆数倍于己的日本水军打得大败。
日本举国的精锐部队在这次海战中付之一炬。战败后，日本本土陷入了极度的恐惧之中。在几年的恐慌后，日本人认清了自己的实力，于是他们以谦卑的姿态求学于唐王朝，先后派出了十几批遣唐使者来中国学习深造，其中有很多都是当时的能工巧匠。他们把唐横刀的制造技艺带回了日本，经过模仿，逐渐形成了现在的日本武士刀。公元73年的一天，由班超率领的东汉使团与匈奴的使团相继出现在鄯善国的国都淤泥城。这两个使团都希望鄯善国臣服自己，进而征服对方。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班超决定除掉这些匈奴人。可是匈奴使团人数几倍于自己，而且都是些凶悍异常的勇士。虽然形势非常不利，但班超毅然在夜里向匈奴使团发起了突袭。火光照亮了夜空，喊杀声响彻匈奴人的驻地。汉朝的使者们能否在搏杀中胜出，只有依托于手中的利刃还手刀。环首刀诞生于西汉时期，因为环首而得名。环首刀是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主战兵器，甚至有后世学者认为，在汉朝击败匈奴的长期战争中，环首刀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周正武，古兵器复原专家，长期从事古兵器的复原研究，他将为我们复原一代名刃环首刀。西汉时期，百炼钢技术日益完善，这种先进的技术很快便应用到兵器制造的领域。所谓百炼钢，就是在锻造的过程中反复的折叠锻打，让铁转变为坚韧的钢材。一口高品质的环首刀通常要经过几十次的折叠锻打，要想得到一口宝刀，锻造的难度可想而知。由于环首刀只有单刃，研磨时间要短于两面开刃的宝剑，制作周期短，更适合大批量生产。单面开刃，刀背可以做得较厚，进而带来更为优秀的劈砍性能。在居延汉简的《相剑刀册》中，载有刀剑表面呈现双舌相缠或羽毛状等纹理的刀剑皆为上品。周正武复原的汉环首刀是否也可以用这些标准来判定它的质量优劣呢？我们从这个刀刃上呢，能看到非常清晰的这个折叠锻打的这个花纹，
那么这是我们中国在这个兵器制造上的一个很重要的工艺的发明，叫百炼钢。钢铁经过折叠锻打，把杂质析出，另外把它的这个各种元素变得均匀。那么用这个方法呢，就可以制造兵器了。在古代的诗词传说故事里，常常对刀剑的锋利度大书特书，多是一些吹毛利刃的夸张描述。我觉得这个已经把它这个物理极限已经达到极致，它的锋利度也是在钢铁当中已经做到最大的程度了。就是这样子吧，直接就出来了。现在国际上流行的测试锋。经过李克峰猛烈的一劈，只斩断了两卷草席。刚才我们体会了一下这个仿制的汉代兵器，从这个开锋的角度而言呢，确实是很锋利，就是下刀没感到有阻力，直到这个刀尖出来了，就突然觉得空了才有感觉。角度啊，扛得非常好，切口也非常平整。但是唯一的一个问题呢，它可能站的位置呢比较靠后，结果扛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在扛到第三卷草席快要断的时候，刀的长度就已经到头了，就这个刀尖就从这里划出来了。周正武认为，李克峰没能发挥出这把利刃应有的锋利水平。作为复原者，他决定自己进行试斩，并且将草席数量提高到八卷之多。周老师啊，是专业人士，他曾经摆了这个刀，他对这刀可能更熟悉一些，怎么使用这个斩杀力能更好。我分析他比李老师这个砍的还要更多一些，四个到五个吧，如果要超过五个，那是相当于两个人体的躯干了。我的估计在五个左右，因为这个草席的这个韧性纤维组织要远远要强于人的肌肉，所以说我估计的话在五个左右。砍一个人横断不成问题。在三国时期，诸葛亮使用过一种检验宝刀的特殊方法，
在竹筒内装满铁砂，用刀劈斩，若可以一刀将其斩断，则为宝刀。依据这段记载，我们精心设计了一个试验，来测试周正武复原的还手刀。还手刀究竟能不能经受住这种残酷的古代测试方法呢？实际上呢，这是两种一软一硬的两种材质。那么这个竹筒的这个表面呢，实际上是考验刀的锋利度。那么里边的铁砂呢，实际上是考验这个刀刃的这个硬度。那么如果说这个刀又能够顺利的斩过去，并且自身又不受伤，那么它就说明这是一把好刀。这种古代的测试条件很可能已经超过了还手刀的性能极限。这个古人能做得到的话，我想我们也应该能把它砍断。它的这个切口呢，前端非常的这个齐平，那么到末端呢，稍微有一点点这个毛，那么斩切过的这个大概一寸半的地方呢，有一道亮线，就是有一点点砍毛了，但是呢，整个的这个刃还是站着的，也就是说打磨一下就可以恢复。从这个测试结果看呢，起码按照三国普原的标准，咱现在是达到了。无论是锋利度还是锋利度与硬度兼顾的测试，这口复原的还手刀都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威力。但是不管多优秀的兵器，作为主战兵器，实战才应该是检验它的终极标准。经过一夜血战，汉朝使团彻底消灭了匈奴使团。原本摇摆不定的鄯善国王看到眼前的局面，即刻向大汉帝国称臣。班超的行动稳定了汉朝对西域的控制。公元前133年，汉武帝发动了针对匈奴的大规模战争。为了扫除匈奴祸患，汉武帝动用全国的力量，将汉军打造成一支精锐之师。正是凭借这支精锐之师，经过河西之战、漠北之战等一系列的大规模战役，汉军击败匈奴。在汉匈战争的漫长岁月里，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在马下，一个汉军士兵可以敌得过三个匈奴士兵的进攻。这是双方战士在西汉时期的兵器装备。汉军的还手刀对抗的是匈奴的皮甲和短剑。那么面对皮甲，还手刀还能发挥出有效的杀伤力吗？为了接近实战效果，我们以家畜躯干替代人体，并在上面覆盖皮甲，来模拟匈奴人的防护水平。面对这样的防护，还手刀究竟能够产生多大的杀伤力呢？绑上了甲这个部位啊，正是胸部，正是这个有肋骨的这个地方。后边呢还有脊柱，这里呢阻力应该是在躯干这个部位啊，阻力应该是它最大的。
如果要是没这皮甲，可能直接能砍到脊柱呢。但加上皮甲，我觉着最大的力的到脊柱呢也得阻挡。他现在外面附了一层这样的皮甲，而且是钢皮的甲，这样子的话呢，这个结果我也很不好预测，估计至少能扛到一半。这个砍击的这个程度跟咱们预测的差不多，是吧？咱们预测也就是到脊柱，这个部位就差不多了。但是已经是很不错了。要是人砍成这样，那脏器都嘟噜出来了。你要砍到腹部，肠肚都要流出来了；你砍到胸部，心肺也都要露出来了，是吧？这肯定是致命伤了。环首刀可以产生如此强的破坏力，与它的形制关系密切。从汉代环首刀的截面可以看出，环首刀开锋角度非常小，非常利于劈斩皮甲。这种设计就是针对匈奴人广泛劈皮甲的实战特点而设计的。匈奴呢，能够冶铁，但是不能制钢，所以他们的兵器尺寸呢，通常是在40到100公分这样一个范围，而环首刀的话呢，通常的这个长度都在1米甚至1米以上，所以在双方的对敌作战当中的话呢，一个钢制的环首刀就明显的会比铁制的这种更传统的兵器的话呢，比他们更有效。公元90年，击落山，东汉名将窦宪派出几路骑兵，与北匈奴单于展开了殊死决战。一直以来，匈奴部队凭借精湛骑术和犀利弓箭，几乎占尽了优势。然而，在汉军骑兵的步步紧逼下，匈奴骑兵被迫在胜负不明的情况下与汉军展开了殊死的肉搏。在最后较量中，汉军骑兵纷纷亮出了一种加长版的环首刀。在周正武的私人博物馆里，珍藏着一口锈蚀严重的汉代环首刀。这口刀的长度达到了罕见的115厘米。在马镫还没有出现的汉朝，汉军骑兵就可以在马上单手使用这种超长尺寸的环首刀，可以想象那时的汉军是何等的彪悍。周正武以这口汉代的长刀为原型进行了复原，那么这种超长尺寸的环首刀究竟该如何使用呢？又是何种招式才能发挥出它的最大杀伤力呢？如果是遇到对方的骑兵的时候，像这样的这个窄刃的直刀呢，最好的办法，第一击可以采用这个平持军刀直刺过去的办法，因为这样你会先于对方发动攻击。还有一种比较容易砍中的呢，就是说在追击的时候，这样的横击，人和马的速度加上你挥刀的这个速度，实际上打击力也是很大的，而且这样打得比较准。西汉时期应该使用的是一种更简单更有效的战术动作。
马在奔跑中可以产生很大的动能，是不是将还手刀固定横持不动，不挥舞手臂，依靠马的速度就可以产生足够强大的杀伤力呢？为了测试这口超长尺寸的还手刀在马上使用的威力，我们设置了一条冲车跑道来模拟骑兵的冲锋。冲车的速度被设定为大约30千米每小时，以此来模拟战马冲刺的速度。同时用加触躯干来模拟人体作为测试目标。后头呢，如果固定牢固的话，一个是刀坏了，一个是被肉嘎断了，这么两种可能性。我个人的看法就是，如果速度够快的话，斩断它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速度如果不够的话，它可能还不如人手，砍切的那个效果好。这威力相当强大，拦腰斩断了，这个断面也非常整齐，你看，骨头也切断了，脊椎骨，典型的尾气伤，就像我那种踩纸刀踩过去一样。从这个测试的结果看呢，一个是这个刀的锋利度特别好。另外还有一个是呢，这个刀的弹性很好，因为作为一个这个非常长的刀，那么它的长度已经远远超过我们一般的这个徒步使用的刀，那么它的这个就是遇到这么大的冲击力的时候，实际上它的刀并不是刚性的，它是在一直震荡的。这一点呢，对于作战来说非常有用，就是说打仗的刀宁可弯在手里，也不能折在手里。这是这个对刀的一个基本要求。汉代先进的冶铁技术保证了还手刀极为优秀的品质，让汉军士兵可以使用那个时代最为优秀的兵器与敌人搏杀。而且让现代人惊叹的是，这样一口普通士兵使用的还手刀便可以达到如此高的品质，足见汉朝的科技水平之高，国力之雄厚。汉军出塞5000里，在金微山历经厮杀，汉军这一仗斩杀匈奴5000多人，匈奴单于逃走，自此彻底解决了匈奴之患。而残余的北匈奴西迁到了欧洲，将那里搅得天翻地覆，最终导致罗马帝国的土崩瓦解。还手刀在西汉开始投入使用，随后彻底取代了剑在冷兵器时代的主战短兵器地位，剑退出了主战兵器的舞台。还手、窄身、长刃、直背，这些标志性的特征在中国古兵器最灿烂辉煌的1000多年时间里扮演着主角。